呀，是姐姐在给你挠，不是你自己挠啦。姐姐给你挠，你不必挠我的手。你打呼呼了，打呼呼了，我的宝贝。呼呼，呼呼呼，呼呼呼。我挠你，你挠我，知恩图报啊！你这知恩图报。嗯，看屏幕呢，你怎么还 wink？ 在吃这什么来着？椰子鸡。感觉就是稍微让它热一下就好了。哇哦，哇哦。嗯，五成视频呢？你等着呢是吧？等我。Thank you.
不行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这儿的毛怎么少了一块儿？还是说，都是这样子的呢？嗯，怎么回事？好大的一个声音哦！小蕊啦，你的大脸。哎呦，这是你的素材，这可不能当我的素材。你在拍那个？给你剪脚毛了，给你剃剃脚毛。你刚剃完，不走啦？不是要走吗？看你脚毛这么多，先给弟弟剃脚毛，弟弟剃，表现得很好哦。就是这种脏兮兮的小辫，脏兮兮的小辫，对不对？这毛多的把脚脚都给盖住。我现在穿的这套呢，是我们拍生写的，但你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它这个只有两套，目前只有两套，估计是不太能够穿出去，只能够拍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时候穿一下，因为它下面的做工可以看出来是比较赶的那种感觉，但还是蛮好看的。今天的化的妆也是美人鱼在后睫毛上贴了那种亮亮的闪片，姐姐帮我贴了很多这种钻，还在这种地方贴了这种鳞片，然后再配上我的这个戒指啊，这不叫戒指，指戒，差不多啊。然后这个我现在从视频里看觉得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是拍照的时候觉得我像个鱼精，就不是美人鱼，但是就觉得是那个腮很大的那种鱼，像那个鱼怪。今天妆化的不是很好，不过我们姐做的造型还是很好看的。哎呀，这根头发好烦啊！哈哈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放了很多烟，哦，你想吃？嗯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元宝，知道出来啦，出来。
咚咚咚，进去嘛，也冷嘛。好香，好香。给你讲吧。哎，走吧。好大的雨。Don't.